笑得这么开心。哎，刚从北京那边过来，天哪，他根本是那方面的高手，感觉超爽的。我想只能得到这一整年最棒的高手呢。哦，听起来很适合你啊。没错，不过我不只想一个完美的女人，我要很多个。要几个才够啊？没，永远都不嫌多的。我身边已经有太多妹了哦。好了，小杰安关了，在楼上，我们上几楼去吧。